便利商店现在要异业合作来冲高业绩。将鸡翅撒上花椒粉和麻辣香料，接着再烤到金黄色，则香气四溢。今年小吃吃包饭有麻辣锅口味。一拨开热腾腾包子，超满猪肉馅料搭配青花椒粉，大口咬下，麻香味在口中化开。部分也是就是皮很松软，然后里面就是肉馅不会太辣，就是它蛮大众的，是就是有一点微麻微辣那种感觉。抢攻麻辣火锅市场，全家与青花椒麻辣锅联名推出十款椒香美食，首日区不只有热狗千层饼，还有香麻辣宽粉等冷冻食品，是满足消费者他可能随时随地，我可能半夜想要吃一个青花椒的美食，我就可以走到全家来去做购买。像这样子的一个联名商品在推出，我们也都是期望可以带动整体的业绩成长一到两成。全家首次和麻辣火锅合作吸人气，各大超商也纷纷抢攻熟食市场。满满黄金鱼大鱼版搭配麻辣汤底，色香味俱全。 Seven 和麻辣火锅联名推出麻辣烫以及椒麻肉包，还能依照个人喜好加入科学面搭配，吸引年轻客群喜爱，业绩成长近两成。烤鸡腿配上野菇，让人食指大动。 Life 和博多益合作推出四款意式料理，从饭卷、意大利面到炖饭都有。酱油香气配上多种中药材，茶香浓厚 ，OK 抢攻熟食商机，推出现卤销魂大豆干以及阿萨姆红茶口味的茶叶蛋超吸睛。超商齐推熟食联名，就是要满足消费者到哪都能吃到美食。记者张晨钰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